怀疑是到底是你要实现梦想呢，对，还是就是要整我们？我刚刚就是看风景走错路啊。没有，我这样说好了，其实你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其实坐车也可以看风景。你不要来打断。休息好了吧？休息好了，要干嘛？其实这边本来没有要休息的。啊？是因为你吵着啊，你吵着要吃饭啊。刚一下，他马上冲去点餐，然后说你们不吃吗？然后现在跟我们讲说这里没有蓝牙耳机，就是在我们里面存在，你不要把出来跟别人讲。刚刚路边看到人家拍照，蓝牙耳机爆吵，说拍我，拍我，拍我，不要拍。对，我在路上一直把那声音调小，一直调小。对，哎，我觉得下次拍照点不可以设在弯道，你要直线道才有机会有一个。还可以这样子一下的，不是你弯道的话才可以做出那个姿势，对，要压车嘛。直线有什么好拍的？放下那个有人要帮我拍照的想法，我们接下来往后半段走。好，我觉得前半段你们已经 OK 了，没有问题了。然后半段的那个9弯18拐的部分呢，那个弯道感觉蛮好的，可以再多体验一下。而且今天天气很好，应该可以远远的看到龟山岛。